哎呀呀！就是有蓝球机，就像一个篮球机。篮球机在家也可以打篮球，对不对？嗯。听说你今天去看牙医啦？有吗？有。有。我拔牙。我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拔牙齿哦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勇敢啊？哎，有打麻药吗？当然有啊。当然有，好，来开箱吧。OK。起来。要组装吧，有什么？小心哦，要小心拿哦，不要弄坏了。哦。那我先开始组装了。你会组装吗？好，那你加油啊！组装完再给大家看哦。已经组装完。哦，已经组装完了，这么快哦？看一下，不用装电池吗？哎，要吧。有吗？有要装电池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好，那就来玩吧。篮球机。组好了篮球机。组装完成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球球。小篮球在哪里？六颗小篮球就可以来比赛咯。又有选手跟爸爸选手，一人三颗，太大力啦。好，第二颗，第二颗也失败。第三颗，失败，零分。下一位选手，粉红色选手，哦，计分哦，计分是自己按哦，这么阳春哦，两分，哎呦，北拜哦，一颗进了呢吼，第二颗，好，失败，哦，第三颗失败，进了呢，啊，进了，有进了。四分，好哦，四分啊，就这样子啊，三个球呀。哦，好吧，那又有选手又换你啦，给你六颗啦，六颗都给你，看你到底能不能进一颗。今天拔牙的人有特权，我都这样，要抛物线啊，抛物线，差一点中。我们看你到底要几分钟后才会得进得了一颗，可以认真点吗？这位选手，我有认真。你有认真吗？你就太大力了呀，要小力一点。没有，一次两颗的、啊、不行。我进了。我就进了，进了就可以计分哦。进，这是手部的练习嘛，有附件的功能。因为太大力了。因为你到底进了一颗了没啊？我都会进哎，那我又进。哦，进了，来自己计分，两分，恭喜你，终于进了。继续加油，看能不能变成百发百中。哦，爸爸很厉害哦。帮我捡球。这边。没有球是不是？四分了。
这么随性哦。欢迎大家，再见哦，拜。认真的悠悠。